NBA 交易就是一种冒险的尝试，想要达成一笔交易，你必须给出足够的价值来吸引另一方放弃某种有价值的资产。当对于球员和获选秀权的价值评估差别很大，并且根据情况不同天赋的实现天差地别时，这个想法本身注定会失败。然而交易还是发生了，他们中几乎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双赢的交易是罕见的，这点在过去五年里并没有任何改变。2018年休赛期的交易尚难得出结论，但回溯到2013年休赛期，已经有很多决策失误发生。我们挑出了最为突出的八个，以便进行更仔细的分析。为了确定这类交易中赢家和输家的得失差异程度，我们选择了交易中每个球队获得的胜率贡献值作为衡量标准。八，震动联盟的凯里·欧文大交易凯尔特人队，得到 8.9 胜率贡献值。凯里·欧文 8.9， 骑士队得到 2.6 胜率贡献值。杰克·劳德 1.7， 安特·日志奇 1.0。 2018年首轮选秀权成为科林·塞克斯顿，2020年第二轮选秀权伊赛亚·托马斯负 0.1。 凯尔特人队完成这宗重磅交易，得到欧文仅过了一年，使得他在这个根据数据确定的排行榜上缺少排名上升的必要时间。但随着欧文继续为凯尔特人队效力，而骑士队已不再有争冠实力，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小托马斯为骑士队短暂效力期间的表现是灾难性的，以至于球队将他甩卖到湖人队。之前他的胜率贡献只是个负数，克劳德努力寻找他的投篮准星，直到被送去了爵士队。日日基偶有好的表现，而塞克斯顿看起来很有前途，但这远远不够。为避免在随后的赛季中这个交易不会变得越来越一边倒，塞克斯顿和日日基需要合力超越欧文的表现，祝他们好运气。选秀日捡漏多诺万·米切尔，爵士队得到 5.2 胜率贡献值。多诺万·米切尔 5.2， 爵金队得到 3.9 胜率贡献值。特雷莱尔斯 3.9， 泰勒莱登0。米切尔在他的新秀赛季表现得非常好，他只会在已取得的成功基础上继续前进，而特雷莱尔斯和泰勒莱登都被期望作为掘金的替补球员分担保罗尼尔·萨普的压力，试图在球队冗余的四号位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笔交易可能不是那么的失衡，而且应该说明的是，掘金队是在爵士队的要求下挑选了米切尔，但是几年后他会看起来更糟糕。六，数字也有不公正的时候，凯尔特人队得到 12.2 胜率贡献值。2016年首轮选秀权成为了杰伦·布朗 6.0， 克里斯·亨弗里斯 4月1日，杰拉德·华莱士1月4日。2014年首轮选秀权成为了詹姆斯·杨 0.7， 基斯·伯甘斯 0.1， 马上·布鲁克斯 0.2017， 首轮选秀权成为了马特尔·库尔斯 0.2018， 首轮选秀权成为科林·塞克斯顿林克·里斯·约瑟夫负 0.1， 篮网队得到 8.2 胜率贡献值。保罗·皮尔斯 5.2， 凯文·加内特 2.8， 杰森·特里 0.2， DJ 怀特 0.2017 年首轮选秀权成为凯尔·库兹马 0.2017 年第二轮选秀权成为亚历山大·维金科夫0。这笔交易被称作联盟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交易之一，篮网队为三位年迈的老将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他们用球队多年的未来压住在一个从未接近实现的目标上。事实上五年过去了，他们仍在为平复这段创伤做努力。总经理肖恩·马克斯被迫利用工资空间接手高薪垃圾合同，竭尽所能只为得到一些有用的选秀权，但这些数字并没有体现出这些。虽然凯尔特人队榨干了篮网队比利金时代的选秀权，但是他们错误地将一个用在了詹姆斯·杨身上，并且得到了一些也过了巅峰期的老将和从没证明自己的年轻人。而杰伦·布朗是目前最大的回报，尽管这有点误导读者，因为我们没有考虑进一步的交易，所以凯尔特人队将富尔茨转换为杰森·塔图姆和另外一个首轮球员，没有体现在数据中。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并没忽视这笔交易的不公平。五，朱霍勒迪加入鹈鹕队，鹈鹕队得到 19.2 胜率贡献值。朱霍勒迪 19.2， 皮雷杰克逊076人队得到了 9.2 的胜率贡献值。诺伦斯诺埃尔9月2日2014年首轮选秀全成为埃尔弗里德佩顿0。如果我们考虑进一步的交易，对于76人队来说看起来就没那么糟糕了。诺埃尔让人失望，未能将自己的身体天赋转变为进攻能力或任何一种有益的能力，单独行侠队用安德鲁博古特、贾斯丁安德森和两个第二轮选秀权换来他后，诺埃尔出场了171场比赛，只赢了42场比赛，胜率只有 24.6， 整除76人。用2014年的首轮签在第十顺位选中了佩顿后，立刻将他送去了魔术队，换来了达里奥·萨里奇和一个选秀权。如果我们加上萨里奇的数据，7月6日的胜率贡献值交易将变得平衡一些。但即便萨里奇在2017-18赛季进步明显，他还是不能与全明星球员霍勒迪相提并论。4，
公牛队高估了道格麦克德莫特掘金队得到 15.9 胜率贡献值，加里哈里斯 13.4， 尤瑟夫纽基奇2月5日2015年第二轮选秀权成为多米尼克波因特林公牛队得到 4.7 胜率贡献值，道格麦克德莫特4.7， 安东尼兰多夫林公牛队此举是有原因的。麦克德莫特在大学期间场均得到 26.7 分、7个篮板和 1.6 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52.6%， 三分球命中率 44.9%， 罚篮命中率 86.4%。 尽管存在防守缺陷，他仍然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攻天才，能够创造投篮机会，也能胜任定点投手的角色，除非他错过了而公牛队错过的